怎么认识的？介绍的。介绍我呀？七大脚介绍的。七大脚真是，七大脚你不认识吗？嗯，你不认识吗？咱村里那七大脚吗？能不认识吗？你俩，那个你了解他不？问你话呢，多少？了解不？还没怎么了解。是啊，孩子，让你给夸两句啊，夸夸。刚才不来了。小峰这人呢，人特别好，特别老实。你看，小峰你也找个这么好的姑娘，你得好好珍惜啊。是，珍惜吧，他行，在我们山庄赫赫有名。你在山庄干啥呢？啊，我保安队长吗？你不编外吗？啊，董事长，你可千万个别整编外，编外那么远，回来看他都那都费劲呢。编外级别高。董事长，头两天你提说要给我提为山庄副总，不用，别提了，我就在第一层干起，磨练我吧。哼哼，行啊你啊，你好好珍惜吧。山庄全指他，要没有他，山庄早黄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。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，是吧？行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我看你俩性格挺像，是我俩都挺实在的。嗯，实在人，好孩子。嗯，话说回来了，你有福啊，摊上这么个好姑娘，要珍惜。是，做好事呢也要做。但是别冒冒失失晚上往出跑，行吗？那个好好照顾好他，对，是吧？也别给人别人添麻烦，明白吗？不能，我说话你明白不？大南，嗯，董事长说我做好事儿，哦，啊，经常做好事儿。小峰人特别好，谢谢董事长，越欣赏。行，我干了你随意。哎呦喂，你得少喝点啊！没事，我没开车来。哎呀，你还站干啥不坐了？别客气。大二位给你上菜。啊，对了，一会儿啊，你再加两个菜，给他们那桌上去。嗯，然后钱算我的，记在我账上。啊，杨总，不，上啥菜够吃的？上两个菜很正常。啊，一会儿就我买单了，就别客气。我买，那就谢谢杨总和董事长了。我买。好，谢谢。咱俩不一个事儿吗？谁买？反正都记在我们账上，谁买都一样。好，坐着吃呀。啊，你挪过来吧。不用，不打扰你们了，咱们各有各的空间。对，我回去。啊，这世界很酷。